哦，需要摁一下。哇塞，你这没有告诉我呀，弄我一个措手不及的。是啊，感谢各位啊、哦、啊，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是一上台来呢，可能还有朋友认识我们，对呀、啊、但是也有朋友不认识我们，还有陆陆续续进场的，明显感觉到啊，观众的那种眼神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到什么了啊？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拿着手机啊，玩着手机看着台上琢磨，这他妈谁呀、啊、这嚯、哦、也不出名啊，啊不认识，长这模样，我的天哪，我们这是不好看，尤其这捧哏的，哎，就我一人呐！啊，你这长那模样，有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这不就是煤气罐成精吗？你小心我炸死你！真是怀疑当初他妈是不是把他扔了，把胎盘养大了？你少说两句吧。观众的心声没听说过，所以上台来呢，有朋友认识我们或者不了解我们没有关系。怎么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的介绍。哎，您得说说呀。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是他。好，这个确实剧场特别的安静啊，特别的安静。您这不是要掌声？是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呀、啊。哎，没要呢就给礼物了。给什么？给饭，给饭。是是是，这个我们刚吃完，啊，确实，人家观众能来买票来看我们德云社已经了不得了。那可不，我们不敢奢求别的。对，掌声对我们演员是一种鼓励，很重要。但是，但我也知道，人大伙儿啊，您听听，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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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别停。别停啊，都知道人掌声留给我师父郭德纲的，给郭老师，于谦老师的，二位人都是明星，都是大腕，好演员，自带光环。是的，一上台来大伙报以山呼热烈的和他掌声雷动那样感觉、啊、我们来说小演员，嗯，头一场节目呢就是给大伙一个找座位的时间啊，也有新到的观众、啊、对，熟悉熟悉剧场，是熟悉，所以说不认识我们很正常。对，旁边这位演员呢，啊，也得简单的介绍一下。哎，您说说就行了。旁边的这位叫，有人管叫大黄，大黄呢是一个狗的名字。您不用解释这个，都叫大黄。其实人家也有人类的名字。我本来也是人呢。这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我还是狗，您讲讲。介绍一下自己，说叫什么？那您不说介绍我，您说一下吧。大家好，我叫……闭嘴！吓我一跳，谁吓谁一跳啊？真要说出来呀、啊？那自我介绍嘛，人家还没有准备好呢。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因为在台上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我怎么我这名字还得翻墙去听去是吗？这要说一说吗？啊，哪儿的事儿去了？说一说吧。哎，我叫郎鹤炎。郎鹤炎，嗯，哈，谢谢。你还说郎鹤炎，还真有鼓掌的，你这，哎呀，大伙心疼。就是你们怎么想的呢？这怎么了？全是疼我们这个小演员，哎，也是疼和我们。是是，确实，德云社来说是能加倍出啊啊！我们呢，慢慢跟人家学习，努力吧。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特别的激动，不容易。跟着我师父还能出国，嗯，哎呀，第一次来到美国，也有点小兴奋的这个。我觉得你就像个要饭的。不能这么说，哦、得感首先来说得感谢我师父，对对不对？没有我师父能有我的今天吗？那是喽，对不对？从一无所有到来到德云社，负债累累，对，所以、哎、那个想好了再说哈、啊。对，你是已经把护照撕了吗？那我是不是算偷渡啊？你还偷渡不淹死你的你？没有必要那样，因为什么说那个现在这还房贷还车贷了啊，现在人跟着人家慢慢的慢慢好起来，嗯，所以说感谢师父对我们提携，嗯，自己也得努力，是也得学习、啊、尤其来到这里来说说相声，你得说点那个有点水平的相声哦，有档次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怎么样，你真是说太高水平的，本身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学问，
哦，那您这学问，就是我学问不值一提。嚯，那您拿学历来讲吧，你怎么样？你都知道，好多人都上什么大学啊？我这不行，我就是牛津毕业的。我您。哎呦，您这可以呀、啊！不，后来不行，塞牙就不行了。烤串啊！说的什么呀？牛津大学嘛。你管不着，你知道吗？你管着吗？啊、我是管不着，没上过大学。哦。德云社来说，没有几个上过大学的。是吗？我师父来说，郭老师，我师父的学历什么？小本。小。什么叫小本呢？小学本科。小学还弄个本科，于谦老师，他呢？幼本，那甭问了，幼儿园本科。对，岳云鹏，小岳，胎本，胎，就这十个月的学习是吧？对，还差点肄业。对，您那意思差点流产是吧？对他当时不像话，自个儿揽着脐带又上去了，别把我留下去。行。小月打娘胎里就真人秀，您看看，确实人都是有学问啊，但是也是那么一点点而已。哎，对，真正有学问的得说我旁边的这位。哎，我倒有点学问。对，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哎，正经的清华的落榜生，怎么了？怎么国内散完国外散是吧？这个。并不丢人啊，别提清华落榜这事，没考上清华并不丢人，我不露脸，小时候谁还没有个梦想啊？啊，长大是考清华考北大，是那时候我也填这个志愿，后来发现自个儿想多了，是后来您不考牛津去了吗？咱是差点，人家清华的落榜生，但是没有考上，嗯，也报考了自己的这个第二志愿，也算是理想专业，对，就是叫什么蓝翔技校。我有病啊，怎么了？我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蓝翔，不是上清华没上去吗？考清华不差没上去吗？我是差了一点，考清华是差了620分。对，合着我是大傻子。哎，别这么高调，我是大傻子。有必要这么高调吗？您先等会儿啊！要不是纽约朋友们热情，我早歇碎了你了。我是为什么？我这句是疑问句。我是大傻子啊！Perfect， 这自个儿都我是大傻子，不能这么高调，对不对？这是高调吗？我记得620分嘛。我考了620。对，考了620分。哎，但是仍然没有考上清华。对对，因为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0000，他高了一，所以自己顿足捶胸，我是大傻子。没考上哪年呢？哪年录取10000的录取分？听说10000分，没有这事儿，反正没考上。哎，自己那真正的考是哪儿来着？我北工大。北工大有知道的，北京公交大学。我都不知道。倒档系的高材生。你，我呀，我再拦您一下吧。啊，北京公交大学怎么了？倒档系，毕了业都不能往前开呀、啊。啊，那是考研的问题。考什么研呢？考研你只对考研。考我干嘛？您得多加自然，您这是。要拉的不拉的。不是这个北工大，北京工业大学。挖掘机专业。那非得跟钩机有关系。那什么？计算机。对，这非得说出来。那得更正。北京工业大学，对不对？计算机学院。哎，这对。但是在他们这个技院当中。人家也等会儿，怎么了？怎么说话呢？这又怎么了？什么叫那个？计算机学院简称技院有没有？有没有？自己说。有。这不是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呢？没想到今天校友都来了啊！这两码事儿，确实两码事儿、啊，嗯，对不对？人家毕了业之后呢，分配了到了东莞，对，在那里呢，没有。哇，东莞在这也很出名吗？哇塞，我没去过东莞，我哪儿也没看。不是不分配到那儿吗？进修吗？我上那儿进修去。
学计算机专业吗？计算机专业干嘛非得上那儿去呀？没去过。计算机吗？计算。计算吗？您哎，您说的那是计算器吧？还是打卡去了？我上那儿的。计算机，计算机，我计算哪个去？我不懂哎。我觉得他比我懂的都多。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哦，所以说多多少少羡慕人家。是要不你也去东莞吧？那是人家招的都是高材生，咱们这个没上过大学的去不了那。那您这学历跟自费没关系啊？真是，那咱的学历就是什么上学嘛，就是初中都没上。哟，说实话，也不爱上学。那干嘛去？每天。就是玩儿，哦，烤肉筋那是一方面，牛筋都不烤了，烤肉筋去了，那是复修的业务，还复修？你不如说你第二专业，就考那上学的时候，天天老师啊逼着学习，那可不都得学吗？天天啊写背啊，这个语文课来讲怎么样？天天教我们什么唐诗三百首，考我们诗仙是谁呀？谁呀？李白，对，诗圣啊，杜甫，行，诗王谢逊，对，是啊。谢逊，对呀，金毛狮王，哦，拿把刀还是个瞎子，那是狮王是辛巴，辛巴对不对？这不动画片《狮子王》吗？狮王是吗？黄飞鸿，你知道的真是太多了。黄飞鸿，狮王争霸，怎么他爸让人抢走了？那你怎么不死去呢？怎么又死了？你看，狮王是白居易，甭管这是谁，反正那时候考我们呢，嗯，对不对？唐诗考过你们吗？你考都考过，这不得背吗？对，对不对？什么什么宋词啊，或者什么那个《出师表》也学这个啊。先帝创业未半，说来就来，中道花光预算。对，这哪儿啊？都学这个，学哪儿去？啊，这还能出得去打得了仗吗？到一半的时候钱就花没了，所以说没创业成吧？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有那个考吗？啊，我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无所思，女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就有一名。哎呦，汤汤汤汤，好几百句，那时候背这个不容易。啊，不爱背那个。我那时候认为老师就像蜡烛一样，对呀，燃烧了自己，烫伤了别人啊。您那老师跟我们老师都不一样的，胡说八道，逼着我们学习啊，努力是对的，就不爱背这个。嗯，但是说实话啊，你别看语文啊，那时候可能差一点，那哪儿好啊？咱别的呀，有喜欢的功课呀？什么科目？比方说，嗯，美术课。啊，就画画，哎，最喜欢的就是画画。嗯，用小画笔描绘美好的春天。怎么着也是画一牛筋吧？谁说这是签子？啊，听说那时候画画啊，画咱也学呀。您学什么？徐悲鸿画虾。啊，对，谁说的？谁说的？你说谁说的？徐悲鸿画马啊？对对，徐悲鸿画虾马。嗯，然后虾马干嘛呀？他怎么不画谢逊去呢？哦，徐悲鸿画狮王，对，哪儿啊？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知道，知道，说对了。徐悲鸿画马，嗯，齐白石画虾。哎，李苦禅画鹰，黄胄画驴，没错，都从动物开始画。人家叫临摹，我也临摹呀。您临摹什么呀？我临摹是蛆啊，蛆。对了，蛆，哎，画一道啊，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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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蠕动。哎呀，好，这蛆还是360度的，太恶心了。咱有代表作呀，这还有代表作，小蛆蛆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吗？多着呢，啊，多着呢。哎，有那个叫什么，百蛆争艳，百蛆争艳，对，那不就是万蛆抢粪吗？哪个雁呢？您大伙儿想想，蛆它能吃什么呀？艳丽的艳，不是画一百只蛆，中间画一坨。哦，还看模样？多新鲜的艳丽表情蛆、大眼睛蛆、双眼皮蛆、玻尿酸蛆。你得看啊！那，你离蛆太近了，是有点近哈。没有，
我顶多算大黄。我说画上那时候八曲图，不是徐悲鸿八骏图八匹马，咱们八只曲呀、啊、这不都一样吗？那能一样吗？啊，对不对？各种曲，有这个开心曲，我也学过仿生学，哎，还有那个悲伤区，太像了，卖萌区，嗯，哎，流氓区，哎，小区区哪儿去、啊？好了好了好了，我总算知道了，合着区就是本色出演。那时候学这个，您别模仿这个了，对不对？多着呢，小区区找妈妈、啊、又来了，是一个小故事、啊、小蝌蚪找妈妈，我就跟人家小故事改编的。怎么改的呀？画一只小区、嗯、哎，蠕动蠕动、啊、遇到一个苍蝇正吃饭呢、啊、苍蝇吃饭，要不然说艺术源于生活呢。吃饭小区、嗯、你是我妈妈吗？哟，这区还挺萌。不是，我是你二姨夫、嗯、你上那个坑里去看看。嗨，多新鲜，可不得上坑里找吗？小蛐蛐蠕动蠕动蠕动到那一个坑里，嗯，碰着一个屎壳郎正推粪球呢。走走走走，我就讨厌我配合你是吧、嗯、你是我妈妈，你妈妈被我推走了，还是推我去了。很多的故事啊，都是源于那个时候的生活。那别，这画画不好。小时候嘛，看点小故事啊，都有这种啊，都有这种经历。童年的回忆，童年回忆，你有吗？你有童年吗？我也有童年的。你拉倒吧，你生下来就30了。我在我妈娘胎里待29年啊。那生下来是个肉球啊，他爸啪一刀劈开了，他在空手接白刃，好。合着我是盖的。为何这样对待孩儿？您说这是我吗？都妖孽，为父拿宝塔收了你。你就越说越耳熟，还宝塔。对，给你起个名字叫哪儿托。哪儿托？这个什么哪儿托闹海吗？哪吒啊，哪吒闹海，宝贝儿。哪儿托吗？正字不见哪儿吗？哪乌啊哪儿，哪乌啊哪儿。你这拼音是在蓝翔学的吧？哪娃哪儿哪儿托？哪吒多音。哪儿哪儿 where？ 好，好，好，哪儿 where？ 对了，哪儿托啊？合着哪吒英文名叫 where take off？ 对 ，where take off is 在海边。还真对，哪吒还真是天津人，哎，在海边。对。在海边干嘛？在海边，在海边找龙王、啊。龙王，你上来给我搓搓后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什么童年故事？这都是童年小故事。你们看过哪吒那个吗？我看过，没看过你那版的。那我简单问问你，你不说你看过吗？当然了。我问你啊，哪吒是哪国人？中国传统神话啊。哪吒，我跟你说，哪吒是韩国的。别来这套。怎么是韩国？不要问住了。你问。哎。哪吒之前是什么变的？什么变的？你想好了再说啊。哪吒什么变的？变，想好了。欧巴，你看他都说了欧巴。哪吒之前是欧巴、啊、变的。哎呀，您这个脑仁还没那欧眼儿大呢，还欧巴？我说是欧巴，不是欧巴。那好，问你，哪吒为什么啊？为什么只穿短裤？这都什么问题？这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吧？嗯，告诉你，记住了。为什么呀？哪吒之前穿的是长裤，后来风火轮了没了。我觉得你比风火轮还要冷啊。冷什么呀？没事，别瞎琢磨这个，好好看看。看动画片，你那时候看的不就是乐趣吗？那您看什么了？经典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吗？咱不说啊，咱说一国外的。嗯，大伙都了解的，什么灰闺女，对，都知道吧？这我们不了解，我们只知道灰姑娘、灰闺女、姑娘、哥蛙龟。得，他这拼音里老有蛙。嗯，哎，郑钧还唱过一首歌吗？怎么唱的？大伙都听过吧？嗯，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只是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呦，灰闺女，得，我的灰闺女，都听过，都听过，还是都是盗版的？都听，动画片、电影不也演了吗？啊，是头些日子，电影院也播放了。对，大片儿，半夜12点钟，嗯，灰闺女要走，是是，王子拉着她的手，重点剧情，别走。再待会儿，妈呀！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呦我天哪！咱们冷静一下好不好？这是王子吗？王内心潜台词啊，潜台词，这王子就这样啊？对，潜台词拉着灰闺女的手，别走，待会儿，妈呀！王子跟流氓似的。灰闺女说话了，说什么？不行，哥，嗯，到钟了，嗯，啊，回来，干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到12点钟了，我得回去了。多说俩字不要命，少说一个字死全家。不是，就得回去，再不回去妈妈该生气了。对不对？你这妈妈像是东莞那边的。我抽你啊！你抽谁呀？你们单位的人物。你拉倒吧！我早离职不干了。我说这干嘛呀？我。咱说说，妈妈是他妈妈。您好好说，一大老爷们卖什么萌啊？就他妈妈童年嘛，小孩嘛，不得萌一点吗？妈妈。不是，您这萌的都发顶。不是，啥时候来的呀？这边，怎么？哦，那边还一个呢。不是，人家童年小孩，小孩说的萌一点。你好好，别不要这个。怎么，我母亲团来了？你知足吧啊！你爸得多开心呢，你瞧瞧。今天是咱们两人包场是吧？跑这寻根寻源来了，对不对？没有必要这样啊！不是，你就好好说，不要发嗲。就是他妈，就是他妈，灰闺女他妈，让他回去，非得这么粗犷吗？人他妈妈让他回去不行，就是他妈让他回去。这回开心了是不是？好多了。这人啊，就这么耿直。不是，您不要有语气的转换。说一些国外的小故事，对于他来说太难了。你还又看不上我这个了。咱这还是说国内的吧。啊，倒回来说国内。西游记可不可以？西游记我们全知道，对不对？西游记很经典啊。那是了。大伙儿永久的，对不对？永久的记忆当中的一个经典的电视剧，也有动画片都有。啊，对。对不对？各种题材。主题歌，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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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啾。有那个。这有什么可美的？这不是主题曲吗？对，刚逮住几个妖。哎，第二部。又逮住几个魔。是。魑魅魍魉怎么他妈这么多？太多。气死我了。真是个泼猴。怎么了？又好好唱，骂什么街呀？谁骂街了？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对呀，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我唱的也是啊。我唱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儿。合着我是八戒。这歌你没听过吗？啊，动画片的歌听过吧？动画片什么歌？白龙马，嗯，蹄儿朝西，对，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世界很酷。纳闷，怎么？白龙马蹄儿朝西，嗯，蹄儿朝西不往东走吗？哦，白龙马不能这么走吧？来来来，你先回来，来来，回来。白龙马这么走？行了，行了。那白龙马一边驮着唐僧一边卖拐去是吧？
对不对？蹄儿朝西往东走嘛，不得？这不是胡琢磨吗？蹄儿朝东没有辙韵。谁说白龙马蹄儿朝东，驮着唐三藏跟着孙悟空？哎，小时候要说你的故事，你得研究呢。咱说一个吧，说一个你可能有印象的。哪个？说一个有印象的。唐僧路过一个地方，哪儿啊？叫女儿国。我太有印象了，知道吧？国王看上唐僧了，国王长得那个漂亮，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风情。想好了再说啊。万种风情是长得气质凸显在美貌前端，内涵引领下的各种妖娆，可以说是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又狗狗又丢丢。这语文课竟看这个了。那个字儿很难写。怎么难写了？丢哇丢啊。看着唐僧了，嗯，他看着唐僧了，女国王，玉帝哥哥啊，别走，哎，别，待会儿，妈去，串了啊，串了，那是那王子，就有点掉戏了，啊，掉戏了，玉帝哥哥，嗯，别走，他们学会了。花那么多钱就学这六个字儿，哎呦，瞧给您美的，玉帝哥哥，嗯，留下来好吗？啊，当时人家挺矜持的，是吧？国王还深情款款唱了一首歌呢嘛？怎么唱的？叫《女儿情》。您来来。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女儿我美不美？你们眼神也不太好啊。玉帝哥哥，嗯，别，我，说错了吧？别走，待会儿麻去。行了，玉帝哥哥，别走，待会儿麻去。哎，这回齐多了啊！还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吧。不来，人家唐僧很矜持的，嗯，国王的玉帝哥哥求你了，留下来吧，好吗？就一宿。什么？就一夜？这国王能说这话？唐僧阿弥陀佛，那就来吧。啊！哎，别，你先把这给我挂上。这是什么玩意儿？说，这趟袈裟，呸，袈裟呀，呸，对不对？袈裟就一边，怎么两边？哦，双杀，双杀 ，double Q。就欠给你来一个喷打 Q。双杀。行了，您说了半天，这是唐僧吗？这不是唐僧啊，这是八戒。这胡来嘛！斩老猪替你，没有这事儿。国王很生气，嗯，走开，这头死猪。对，没有我。行啊，唐僧，给你面子，你不要是吗？要这面子干嘛？真是，你让老娘很伤心，知道吗？活该。好，行，走吧，走你的。人走了。你以为你走了，老娘我就没人了吗？压根儿也没看见。哎呦我的天哪！各个国家的王子都对我垂涎欲滴的。我们一个没瞧见。没瞧见，老娘一唱歌都得到位。一首歌怎么能全来呢？老娘我会外语啊。各个国的外语。当然了。啊。你听着。怎么唱的？萨瓦迪卡，人要是泰国的。卡莫 baby， 卡莫 baby， 说的是那样。妈的！去你的吧！
得自己报下幕了，要不然特别的尴尬。我说您能不能低调一点？我是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啊。越发的不要脸了，你看灯都黑了，一说这个。哎，很高兴啊，也很激动啊。哎，这什么德云社啊，一年一度特别隆重的钢丝节，哎，大伙儿的节日。对了，回馈又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是了，主要是我师父呢，今天呢带着我们，嗯，都是看我师父郭德纲的，啊，还有于谦老师的。对，说他们呢，主要是他们，因为什么呢？我们表演完了之后啊，后面还有明星，还有大腕，更好的演员也得快点说。对，老话怎么说了？怎么说的？好车别爱破道。没错，争取的。您是开着推土机出来的是？不是，怎么说了？这叫破车别爱好道。对对，破车别爱好道。嗯，对，哪有好道？对，那个，那想活接着说啊，就是不是明星，不是大腕哦，上台来就是跟观众啊聊一聊天，说说话吗？对，有喜欢我们的朋友是吧？他也有说第一次来的朋友。哎，所以说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说呀，我叫张鹤伦啊，说过。所以说不，嘿。小学生啊，哈，小学不叫我师傅，哈，郭德纲郭老师，嗯，一说出名字来，底下那还扔啊，郭老师，我要跟你生孩子。说半天他们也没说出生来这事儿，哎呦呵，来呀，啊，来，哎哎哎哎。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啊？今天那大哥说让你下去，你就下去，我怎么办呢？咱们这是买一送一，合着我是搭的，你看看。这大哥太粗犷了啊！嗯，大哥你自个儿来的吧？带媳妇来，带媳妇来，你这么放肆！你把媳妇儿置于何地？请你出去，媳妇儿过来。没听说过。您这跑这搞分裂来了？两口子是两口子吧？啊，两口子，谁信呢？嘿，这怎么不信？你看情侣装嘛。我一说是两口子，你看旁边那个姐们儿，今天大哥的人，没关系，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对，可以了啊，没出门就打起来了。四个人好好过呗。啊，来到怎么又多俩呀？旁边不还有朋友呢吗？别把别人勺子上。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开心，一起过一个节，钢丝节嘛。他说我的名字了，啊，还也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您不要客气，有人认识的，是吧？这位呢姓朴。对，在你先等会儿，你等。谁朴？朴先生怎么了？朴先生？谁？没有姓朴的。谁说的呀？我说的。韩国有一位啊，锦惠朴，记得他吗？你说的是你的爱好吧？不有这么一人吗？哪人呢？锦惠朴，我记得。拉倒吧，前总统朴槿惠，不是国外的名字得倒过来。已经倒过来了。哦，朴槿惠。朴槿惠。哎，旁边这位呢叫朴趋坚。对，这位没听说过。我还在歇一歇，是怎么着了？朴老师，中国人没有姓朴的。谁说的？我说的。谁说的？我说的。不要问住了。嗯，有一位唱歌的。谁？朴树，听过吗？听没听过？您就别鼓掌了。静静的村庄飘着白花雪。那是飘着白花雪呀。不有这个吗？飘着白花雪，人家不叫朴树，叫什么？朴树。朴树。对，这一年我一直念朴树。我还说呢，我说这人身体不错呀。哎，想什么呢？对，我说有他那还要啄木鸟干什么？哎，别琢磨了就。那一个是治病，一个是强身，您知道吗？无所谓吧，演员就得有一个好身体，多讨厌呢。但自己说一下叫什么？我姓狼。姓狼。对，也有人类的名字。是哈，多新鲜呢。狼鹤炎。是我。哈，谢谢。还真有喜欢的啊，有捧我的。现在来说也是小有名气了。不敢的。你看长得其貌不扬啊，但是人家内心猥琐呀。不是，
不是您这递进跟转折是一个意思。我不像别的那个逗哏的，一上来啊就说捧哏的坏话，哦，没有必要，嗯嗯，对不对？对，我的搭档哟，我的捧哏不许任何人诋毁他，不许别人说他一个不好，哪怕是动他一根头发都不行。我也得有头发呀，咱。我没说您化疗的事儿，对，对不对？谁化疗了？咱不提这个，我自己个儿刮的。郎老师，您老师，现在来说，你别看不是小鲜肉了，那不是。可能有人觉得就喜欢小鲜肉，嗯，上台来长得帅气，人家这仍然有市场啊。我呀，对不对？中年大叔啊。啊，是三十多了。对了，三十多了，嗯，三十几了，三十七了，三十七了，嗯。哦，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就是没事做点化疗什么的。三十七问人长寿秘诀，老话说得好啊。什么老话？人过三十古来稀。嗯，对不对？谁说的这老话啊？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说的是笑话，那是。人过七十古来稀。人过七十古来稀。对喽，您算是稀一半了吧？稀一半，他跑这和水泥来了，你们没有这么说话的。人说男人，嗯，一过了三十，怎么样？就像蒲公英一样，哎，漂泊不定。不对，啊，一阵风说秃就秃了。我这头发都是他薅的，您看见没有？确实啊，郎老师还确实，我倒没薅。嗯，人家来说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靠的是什么呀？什么呀？实力啊！说对了，那经济实力啊，没有这点来，我没给过钱呢啊。没有吗？艺术实力，艺术，对，能站在这儿来说，羡慕人家郭老师的提携。现在是成功人士，谈不上啊。家里边人家家世也好啊，还行啊，有一个父亲，嗯，啊，不是您这么介绍有点另类呀、啊、了。就说呀，啊，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对，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妻子啊，是，三阳开泰，对，谁说仨都属羊的了？三个人啊，加上你四个，对，大户人家了不得，四个人就大户了，真的、羡慕的老爷子，他父郎老爷子有认识的吧？有吗？叫欧阳青松先生。你先等会儿吧，这老先生我就不认识。你再回忆回忆。我回忆我也不认识。我姓郎，我爸爸父姓欧阳，大姓四个字不好吗？四个字的名字就好吗？啊，那张鹤伦你爸爸怎么不叫西门翠柏呢？西门翠柏谁认识啊？欧阳青松也没人知道啊。我给你换一个名字。换什么呀？你父亲叫西门庆庆，好不好？一流氓还挺萌，西门庆庆，四个字吗？哦，有没有潘金莲莲呀？不要提你的母亲。哎，走，乱七八糟的不像话啊。姓什么？我爸爸也姓郎。郎老爷子。对，对不对？也四个字，郎老爷子。对，这个什么名字这？郎老爷子是尊称，没有爷子无所谓啊。啊，在北京那也是赫赫有名啊，局部有人，郎大善人啊，谁不知道啊？是，真的逢庙烧香，嗯，对不对？看着什么观音啊、菩萨啊、如来，就得磕头啊。我爸信这，心里边虔诚。是是，对，平常到寺庙里边，嗯，烧香去。哦，请愿。对，离他们家比较近的一个寺院叫什么？嗯，残障寺。啊，到里边。那您就出来吧，哥。残障寺，残障寺，那一脑子都不好使是吗？这禅，修禅的禅，那叫禅障寺。对，修禅，禅障寺。嗯，里边有一位叫低能方丈，哎，老和尚，那就是残障寺，低能方丈，这么说吗？叫什么智能方丈？智能方丈。对了，有没有触屏师太啊？跟现代化的科技有什么关系、啊？多新鲜！智能的，您智字辈的，智慧、智能、痔疮、智商，智商。对了，哦，脑子都是智字辈的。哦，跟老方丈特别熟。我爸爸上个月礼拜二去了啊，咱到那时候老方丈亲自迎出来。那是，阿弥陀佛。老方丈喝多了是吧？阿弥陀佛，郎施主，哎呦，这个月。您来的有点提前了，那怎么日子不对吗？每个月都是月末才去，哦，知道吧？这个月月初来的，吓我这一跳。哎呦，但是呢，寺庙也为您准备了七七四十九道符，有措施，每道符是100块钱
啊，一共是4900。是，菩萨说了啊，可以花价，也可以刷卡，现在就得给。这是菩萨说的还是他说的呀？几句话到这儿的人，父亲哈呀有经验哦，从胶里边啊，瞪出支票本来。我爸爸的腰在这儿呢，你这腰串腰龙吗？你爸爸还得那病呢？串腰龙，串腰龙，瞪出来啊，哈，刷刷点点5万块钱，4900，他给5万，赏的。哎呀，写完了5万块钱撕下来啊，拿出打火机。跟菩萨说一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太好了。老方丈一口鲜血，老方丈日子也提前了。我是说他圆寂的日子提前了。顽皮，顽皮，其实心里边虔诚，人家不迷信啊，你别骗我。是啊，这俩这说就得说到他母亲了。我妈怎么了？老太太就迷信啊，她信这个，信那个叫什么一贯道，旧社会以前都叫一贯害人道，特别的迷信啊。得病了之后，啊家不去医院，哟，不打针，那怎么办呢？叫什么？别人出主意啊，道友说叫吃香灰，吃什么香灰呀？庙里烧那香啊，吃那个灰呀。哦，吃那玩意儿。老太太吃，嚯，吃。啊，给谁省呢？我妈妈吃香当打牙祭呢，现在呢。到弄了2斤香灰，2斤呢？啊，回来之后跟这儿啊和好了，弄点白糖，我让我。这是我妈妈，这不是架的那苍蝇吃的吗？这是。苍蝇没有那么大翅膀。对，还是苍蝇啊，这个。可是吃完之后。他怎么着？病还是没有好，多新鲜呢！不光病没有好啊，又多了一样，添什么了？拉不出屎来，这肚子里都绞上了，哎，难受啊！这怎么办呢？啊，人家又出主意了，什么主意？这个呀，好的，得喝那个开塞露。对，喝开塞露，不是2瓶吗？咕咚咕咚。这别比划了，用开塞露，用了2瓶，对，咕咚咕咚咕咚，这不还是从上边吗？从下边，啊。你们家开塞露是螺丝口的呀？就是用了2瓶啊，太狠了。2瓶之后，喝下去怎么样？拉出2盘蚊香。对，我妈这大肠也太细了，这可以了，可以了。啊，2盘大蚊香啊！别这么大动作，病仍然没有好，没拉干净。人又出主意了，还怎么着？这病得吃亲人的一块肉。这也太狠了，这是老太太想，不能够啊，亲人的一块肉啊。您等一下，我妈这儿干嘛呢？捋胡子呢，是怎么着呢？谁说捋胡子了？不是刘海儿，刘海儿不在头，也是我没头发，不知道啊。刘海儿，你看刘海儿吗？盘旋海儿，那是把蚊香盘我妈脸上了，那是盘旋海儿，别盘旋海儿了，吃。真吃啊！找那么一天，夜半3更哦，老太啊，穿上夜行服一套。哟，我妈很职业呀，蕾丝镂空的。对，那不跟门穿一样吗？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管什么？蕾丝还镂空的，漆皮的，紧身的，那就是没穿的这个，贴身的。噌，哟呵，跳到房顶，好，背插单刀。还有武器呢，一路是路服豪行啊。什么意思？往前行走啊。啊，来来来来来，您先回来，您先回来，回来回来。怎么，我妈是让蚊香给卡住了是吗？不是，她不得踩那个房梁吗？你要踩瓦上不掉下去了吗？踩房梁您也不能这腿这么走啊，这是岔开了。好歹可以，哎，看看周围都睡没睡着，夜半三更了，你瞧瞧还真行啊，没什么动静。是，好家伙，噌的一下跳到空中，怎么着？转体2天半，对，落到不行，不可能。那会儿我妈早饿死了。怎么了？2天半干嘛呀？那不转体吗？转体顶多2周半。两周？对，14天。7天1周的周啊？那多少？没有那个。落到了院中啊？2圈半。对了，啪的一下，怎么回事？脸着地。得，跳那么高干嘛呀？听一听周围睡没睡着。那还能听？不都摔死了吗？谛听啊，见过吗？谛听，
行了，您起来吧。各位想想，转体两圈半，啪摔地上了，耳朵贴地听一听，那是听脑浆子流没流出来吧？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没动静了，自己都快咽气了。还真行，旁边的睡得着着的。哦，好家伙，借着朦胧的月色呀，啊，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到底有没有月色呀？有那么朦胧一奶奶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奶奶是多少。拔出背后的宝刀，拔出刀，啷啷啷啷啷啷。您先等一下，这刀这么拔的，这不抹脖子了吗？怎么叫抹脖子？多新鲜！这边拔刀啊？不是，你妈左撇子，你妈左撇子，啷啷啷啷。左撇子干嘛不把刀搁这边呢？搁这边去啊！啷啷啷，别介呀，里外里交叉划，您这是。左边肩周炎，肩周炎，这都赶到一块儿去了。擦啷啷啷啷啷，拔出宝刀。嗯，啊，紫微微，蓝娃娃，好刀，明晃晃，夺人二目，冷森森，射人胆寒。不错，借着朦胧的月色，怎么样？上面有斑斑的血迹。哎，得，这就是拉大动脉上了，别捂着了，啊，别舔了，走，走，上哪儿？蹑足潜踪啊！哦，轻声轻脚。嗯，哎呀，刀还是不够快，磨一磨。磨刀啊！寡妇啊，活的苦啊！唱什么呢？寡妇啊，过的难呐、啊！小寡妇啊，孤孤单单，该有那多可怜呐、啊！半夜我屋里冷啊，被窝里孤单呐、啊，想起来昨晚来的那人，他叫于谦呐、啊。哎哎哎哎！喊什么呀？吓我一跳！别胡唱瞎唱的啊！民间小调，民间小调有我妈跟于老师的事儿。哄孩子都唱这个？没听说过。嗯，不够快、啊、于谦他没给钱，可以了，差点意思，差点差什么点意思呀，就别老提钱的事儿了。这个走，他来到左厢房，左厢房一条连龙、啊、就定睛观瞧，怎么样？好，这是那南侧。对，嗨，那还用看呢，闻也知道是厕所。右厢房，嗯，女厕。对，我们家住厕所里边，两边都没人，心里放心了。哦，中间来啊，来了，中间正厢房啊，啊，正房没有厢房了。刀啊，从门缝插进去，干嘛呀？拨这个门栓。哎呦，好技巧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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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当当当，吓我一跳。吓我们一跳啊！门栓掉地上了。废话，这一下屋里的全醒了，您知道吗？赶紧听一听啊！别听地了就。还行，都没醒。缺心眼儿的老太太。好家伙，赶紧啊！推这个门啊，拨开了门栓推门吗？嗯，您这是撬棺材呢，是吧？怎么叫撬棺材呢？怎么这门怎么？嗯，它时间长了木门呐、啊，缺油啊。你高点油，进进出出的也方便呢。您先等一会儿，我们家推的是转门是吧？怎么就转门呢？多新鲜！您门推到这儿就行了，怎么180度了？这都不是，它有一个门吸。谁家大门口搁门吸呀、啊？这个，你们家有钱有门吸呀、啊？像话！你别让你看，又回来重推吧。哎，这儿有一门吸，倒是吸呀、啊。哦，过了。嗯，
又回来了，啊，吸上了，嗯，再推这声，啊，可以了，嗯。我们家这门挺好，就是累人，你知道吧？卷帘门啊！哎，掉下来了！哎哎哎，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不对，这掉下来得是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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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哗啦啦啦啦啦啦！我提这醒干嘛呀？嘣！吸住。啊，好，正门，还有门呐！刚才这不是大门吗？哎呀，来推开这门，映入眼帘了。什么呀？三个人跟炕上躺着呢，都睡觉了。啊，头一个，郎鹤炎。头一个我，我儿子。对，郎鹤炎啊，那是我儿子呀，我儿子，郎鹤炎。郎鹤炎，你爷爷，你喊什么呀？我能不喊吗？待会儿就剩合唱的了，这是。不是我，我是你妈妈。你是什么？我这会儿是你妈妈。妈，漂亮。是你爸辛苦了。没关系。你别这样，我现在是你妈。不是，你别跟我生气，知道吗？我能不跟你生气吗？你学我妈可以，别抄我便宜。我没抄你便宜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得萌一点吗？可以了，不要萌了。头一个郎鹤炎啊，那是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不能动他呀。嗯，这老话说得好，说什么了？儿是娘屁股掉下来的一块肉，动我是我妈那蚊香是吧？老话说的，老话说的是那儿吗？怎么说？儿是娘心头的肉，儿是娘心头掉下来的一块肉，这是老话。动他一下，我屁股都疼。对，得，我妈把心都拉出去了。旁边这个谁呀？好，我的丈夫，我爸爸。算我不好啊，不能动他呀。怎么呢？后半生的幸福，都指着他呢。老太太想得真宽。旁边这个，那边上呢？儿媳妇儿，我媳妇儿，这个，哎，你先，这个可以啊。你先，哎，兄弟，兄弟，你先等一下，你先等，不对，不对，不对。你看，你看，他高兴了啊。你先别高兴，我不是高兴，我觉得这个阵型有点乱，这是。这阵型有什么乱的呀？来来，咱们重新布阵一下啊，这个。我睡这边，我媳妇儿睡这边，我爸睡当间啊，你先别乐啊，我讲讲。谁乐了？你们家不装修呢吗？装修怎么他睡当间？这叫什么事儿？装修睡一个大通铺。我没问通不通铺，他怎么睡当间？不是，你有帘儿。您倒说出来。有一道帘儿。对，有帘儿，把你隔开。对，隔我呀。隔谁？搁我笑话吗？搁我爸，搁我媳妇儿，都隔开好几道帘儿呢。对对对，好几道帘儿，你知道吧？伸缩帘儿。哎，那不没有伸缩帘儿，伸缩帘板子都是板子。对，翻板。对，翻板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板子，然后上面都盖着盖，我们仨都睡棺材里边。不是你那多恐怖啊！恐怖没关系，我听着安全，你知道吗？不是起床还得拉出抽屉来，起床了啊、哦！是你轻椅子别老敲门啊！不是，他有帘儿。是吧？心静自然凉。是他，我心都凉了，你知道吗？反正都隔着呢，都隔着呢。对 对, 对，心里边明白，人家不明人不说暗话啊。是，有道帘隔着呢。嗯，啊，你看儿媳妇儿，嗯，这个可以啊。怎么？这是外人呢。哦，叫他叫吧。拿刀一点指儿媳，嗯，儿媳，哎，儿媳，妈，再剁就成馅儿了。不是，拿刀背儿、儿媳啊，儿媳。叫这么几下，你媳妇儿醒了。哦，醒了之后还不老高兴，怎么了？干嘛呀？嚯，真是的，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不让睡了？您等一下吧。
什么叫公公叫了婆婆叫啊？你爸爸刚才叫他了，怎么回事啊？你别问，他说，你得说，不是叫他倒杯水去，把话说全了呀。刚开始喊你贺岩呢，嗯，贺岩，贺岩，嗯，贺岩，贺岩，叫他十多声，睡得跟死猪一样。我睡觉沉，这他父亲才放心。儿媳呀，放心，谁放心？叫你半夜给倒水去，你起来之后肯定不愿意，哦、各种的埋怨。这他父亲一看他睡着了，行了，叫儿媳妇吧。行，儿媳妇不能说我呀。啊，儿媳呀，给爸爸倒杯水啊。那我爸我妈都是台湾腔的吼，不是萌一点吗？萌一点，不要这个样子了吼。这样你媳妇容易接受一点。没听说过。刚叫他倒完水，啊、刚睡着，你妈就叫了儿媳呀、啊，儿媳，儿媳。哦，这么回事。对呀，你就干嘛呀？公公叫完，婆婆叫的。嗯。如今为娘我身患重病，来跟我这厢来。上哪儿去？来到了院落当中啊，说了，如今我这病啊，只能吃身上的一块肉。你瞧瞧，这有刀，嗯，看着办。哟，刀往地上一扔，当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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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扔沟里了，这是。显得这个刀就气氛很紧张。有什么气氛呢？好，你媳妇一看，要我身上的一块肉，还让自己拉，把刀捡起来，下不去手啊。这块吗？对，啊，不，这块。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以后我们孩子还得用呢，那是。这块啊，大腿，哎，就那么一块，割下来，啪，哟，拽给你母亲了。是，你妈接过来，这得多少斤肉啊？这是，接过，接了一脸的血呀。废话，刚拉下来的，眼泪下来了，太感动了，太肥了，没怎么当婆婆的。不是，你看有没有瘦的？你换一块，别挑肥拣瘦了。你媳妇说了，吃好再来。对，吃好再来。我媳妇屠宰场的。穿衣服回去，嗯，你妈拿这块肉到厨房里切成小块，啊，弄那小土豆，嚯，那花椒大料咸盐味素，还来个红烧小土豆，都病成这样还这么吃呢？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好了，死了。对，死了，不是奄奄一息呀、啊。就这不管用，赶紧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去？怎么还不去呀？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结尾说出了一句话，什么话？给我请神仙。这又怎么回事啊？请那个东北跳大神的神仙哦，请神居仙的呢、那个、对了，一个大神、啊、二神跟着唱跟着跳啊，请来这种表演方式给他驱魔。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怎么看过，都没看过。咱在这儿来一回，来一回，嗯，学一学当时的感觉啊。当时怎么请神的？大神二神啊，啊，没有鼓没有鞭，拿这个当鞭了啊。哦，桌子就是鼓了。嗯，哎，日落西山内，你缓口气呀！黑了天呐、啊，哎呦，日落西山，黑了天，这个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窝森林奔，这个家桥铺个奔方言呐、啊，乌爪的金龙跪北海，千年王母来回来沙滩，大路断了的行车辆，小路断了的行路难，那个十家道有九家锁的吧，只有一家他没关，他没关，这个他没关，这个张鹤伦还有郎鹤炎，今天站到了舞台前，恭恭敬敬地请神仙呐、啊，哎呦，噔个噔噔噔个噔噔噔个噔个噔个噔噔噔个哩个噔个哩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老仙家哈，咱们大鼓一打响叮咚，这个老统大唐人马老唐兵，问一声大唐人马可都好，这个居家老少可安宁，快嘴知道学蛇精，这个山崖走兽把事通，要通胡家胡家道，要通黄家黄家营啊，那胡黄两家别放松，那个看看阴天还是晴，要是阴天驾云朵，要是晴天刮大风，说大风那个好大风，那个东风南风西北风，这个发财白脸戴红中啊，要想你妈病得好，怎么样，把你家户主改成刘强东啊，哎去你的吧。谦虚了，哎，真是那样的啊，都好多观众都对郎老师有一些误解。误解什么呀？啊，说郎老师什么什么不太聪明，还是脑子有病，弱智、脑残、缺心眼儿、傻，这不都是您说的吗？他们说的，你听听，说谁的？
说我呢？谁给你的勇气？还是唱出来的，你看看。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你告诉我，流言蜚语是谁？流言蜚语，对，可能是一个飞行员戴着护目镜又有近视戴眼镜的一只鱼。啊，行啊，我这人眼看狗低了。你这算狗眼看人低。哎，老师，我没发现今天你还小脑子好像发达了一点。我干嘛小脑子发达？你脑子才瓦特了呢。是不是有点枪火呀？那较劲吗？玩的是吗？来呀。行行，哎，那你今天这样，今天咱俩今天就考一考智商。考一考，考一考就考一考，考一考。你说你需要多大的炉子？我需要。我也不需要炉子，我就怕你考时间长了就做出来。行行行，咱来一回。好的呀，好的呀。简单的问你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呀？啊，快速回答我。这个，你父亲跟你媳妇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先救我父亲。你看他都不问他爸爸跟他媳妇上河里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别人老这么问你呀？但是我能理解你先救你父亲，因为他媳妇儿水性好，他媳妇儿叫杨花。好冷啊。我自己开心就好了。是一般这种智力的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再来一个行吗？刚才那都不算什么，再来一个呀。咱们来个一心二用。你什么叫一心二用啊？这么着啊，来伸出你手的食指，就食指。你是在想刚才你想先救谁吗？伸出你的食指，啊，两手的食指，两手食指做对接，对接，看你能不能，哎，两个食指交叉上，哎，能触碰到，多新鲜，还可以，不能看。这个问题来了，我能问你问题，嘴也不能乱，手也不能乱，都答上来算你聪明。快来吧，我都等不了了。啊，好了哈，哎，如果你要是能咬着舌头再能回答出问题，那你就更聪明了。我咬舌头轻易都说不出话来了，还看一看呢。来，朋友，预备开始。你叫什么名字？梁鹤林。多大岁数了？38岁。有病吗？没病。那你干嘛的？梁鹤林，38。这不你让我这样的吗？我让你回北京，怎么不回去呢？我回北京干嘛去呀？船票都给你买好了。哪儿的事儿去了？这不叫题目，这叫题哪人开涮的。太上瘾了，咱来回来回答非所问行不行？怎么又答非所问了？我问你的问题，哎，你跟我那问题要不挨着，我答上来算你聪明。我还是没太明白行不行啊？就是比方说啊，我问你吃饭了吗？我没吃。输了。我不吃。输了。我下会儿输了。不是，我只要跟吃招边就都输了。行，来吧，好不好？嗯，一共也不多，咱就这么五句话。哎，没问题，来开始，开始了。还有这个吗？随意啊，你要喜欢的可永久保留。我特别喜欢这个。要说装傻只是瞬间，这真二是永恒啊。它能促进我的大脑思维。开始啊，你多大了？你屁股真大。干什么来了？我怀孕了。你看你看，别捣乱，你这玩意儿他们就捣乱几句了？三句了。怎么了？赶紧问呢。输了吧？没有啊。我问你几句了？三句了。挨上了吗？挨上了吗？哦，挨上了，挨上就算输了。对了，那就我这没注意。你要注意呢。注意就错不了。再来一回。来啊，你多大了？你屁股真大。干什么来了？我又怀孕了。几句了？怀孕了。你看，错了吧？没有。我还真没超过五句啊。不是，
您这属于绕到人知道吗？这考你的智力呀、啊、小表辈儿。小表辈儿是个什么东西？您有能耐您得说题目。出个题目。出题目。这么着啊、哎、给你出个题目。出什么题目、哎、动物。动物题。动物园的题目。哦哦好好我听听。那个啊、嗯、说啊动物园里的动物喝多了谁最难受？猴。为什么呀？因为猴喝多了他脸就红，对吧？但是猴屁股也是红的，所以他喝多了他就分不清楚哪个是脸哪个是他屁股了，所以他就难受了。自己指着拿着镜子对呀、啊、这猴疯了，这所以猴疯了吧、这不他说的吗？猴一喝多了屁股一红脸也红。谁说的呀？疯了。谁说的呀？最难受是猴。不对，不是猴。当然不是了。那我想不出来了。告诉你就了、啊、说动物园的动物喝多了谁最难受？谁呀？长颈鹿。为什么是长颈鹿啊？哎，你看这长颈鹿它脖子长吧？啊，怎么了？喝多了得怎么办啊？吐啊。对了，长颈鹿脖子长啊，它吐、特别长，到一半压力不够，回去。但是它喝多了还得使劲，回去了。再努努力，回去了。你比长颈鹿还难受呢、啊。这脖子长啊，压力大呀。这地球引力也大呀，脖子那么长，到一半，回来了，吐不出来，所以最难受的是长颈鹿。然后长颈鹿就，哎呦。那个耗子没有他，就您这题目啊，哎，听我这个，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长颈鹿。为什么呀？长颈鹿因为它喝多了，你先等会儿，出不来，感冒了。对了，感冒了怎么喝多了？喝多它得吐、感冒了能吐吗？那怀孕了才吐呢。感冒，对，长颈鹿感冒了之后怀孕了，你这不符合逻辑呀、那吐不出来一半回去了。不对不对不对，肠胃感冒。肠胃感冒也没有啊。那你说，我告诉你，记住了，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谁？大象。为什么呀？大象鼻子长啊，感冒了他得怎么着啊？擤鼻涕呀、啊、哎呀，所以他就想擤鼻涕，他就这时候外界的这个海洋暖流往回一吹，不行，我还得擤出去，要不然我难受，我这个鼻子都囔囔的难受啊，然后往回一吹，大象最难受。Elephant, you know? 你咽了吧，听我的。要不你也咽了吧。哎呀，太恶心了。什么叫恶心？我问个别的。还有啊。哎，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他生气，爱生气，一生气，鼻孔就大。完就吐出来了，等我回去了，鼻涕回去了。鼻涕不进，不用不用回来，攒多了，蹭蹭就上一边去，唰唰，变变，累了累了，不是，你还打这去了，累了、不对，那不是吗？告诉你啊，记住了啊，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为什么呀？因为他的手指特别粗。太恶心了，您这太不合理了。不是，您要您这样，那大象还能难受得了吗？猩猩直接给它挖去不就完了吗？他们俩关在两个笼子里，他那鼻子可以伸过去，不是中间还隔一个长颈鹿呢？那就是把他们没想太恶心了。不是您这都叫题目吗？这个这叫题目啊！啊，您这最起码得是有问有答，合理的这个呀。好啊，好，再来一个啊！还有什么呀？给你听这个，嗯，听这个啊，哎，说台风天气，嗯，带多少钱才能出门？一分。那么抠吗？不是抠，我本来想一分钱都不带的。怎么的？台风你带多少钱不都得刮跑了吗？一分。不对，钱少了。对，涨点，一分四。
你看我那四，你这什么玩意儿呢？我边上写一点四。不对，不对，五毛。啊，对。九块二。这超不过十块钱是吗？我一个月早点钱九块二。一天吃一根面条。有时候还分早中晚。哎，我吃不下去。嗯，没有。我有星星帮着我。啊，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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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对，那不对呀，太少了。那您说多少？告诉你，记住了啊，台风天气啊，最少得4000万才能出门。干嘛这么多呀？老话说得好啊，啊，台风天气每4000万不要出门，每4000万，没事千万呐。哦，每4000万不要出门。你这叫什么题目？4000万，说了那么一大堆，最后是这个。你听我这个啊，听我这个啊，好，我听听。我这简单，天降大雨，打一歌手的名字，打死了。什么叫打死了？砸死了。水点雨点太大，没有，没气淹死了。哪个歌手名字叫淹死了？那没审题呀。歌手的名字，不知道。不知道了，对，记住了。什么呀？天降大雨，打一歌手的名字，谁呀？林忆莲。为什么林忆莲？你走着一大雨呀，林忆莲，林忆莲呀，好大的雨呀！哎，没有带伞怎么办呢？林忆莲，林忆莲，你跟我那个没4000万，不要出门了。所以林忆莲了就没4000万，不要出门了。咱俩是不是一个题目啊，老师？对，是啊，就您这玩意儿还能说呢？你还真有点能耐。那可不嘛，还真有点能耐，多新鲜呐！哎，再给你猜一个吗？你还有啊？我想想，嗯，我想想还有什么题目？哎，给你来个连环题。连环题？连环题啊！说，哎，快问快答啊！嗯，说穿什么裤子显年轻？鲜艳的裤子。错。嗯，纸尿裤。纸尿。什么电影的名字让你马上想看？复仇者联盟。错。儿童不宜。吃黄豆为什么打嗝？吃的多了。错。屁迷路了。我实在逮不着他了。什么植物最老实？松树。错。那是芭蕉。为什么老实？芭蕉什么玩意儿？这是好题目。什么叫好题目？您这都没故事、没逻辑、没环节的这个。哎，你说啊，你说那个，我说什么呀？孔雀跟鹦鹉谁最适合当服务员？这我说上来，鹦鹉，因为它能说会道。错。嗯，孔雀。为什么呀？因为孔雀会开瓶儿。我的智商彻底被你颠覆了。好好好，咱们就来这个是吧？来来来，你听我这个啊，啊，有故事性的，好啊，一定要注意细节。好啊，说这个我们小区啊有这么一大傻子。你不用猜，答案出来了。谁说的呀？你。我没有他傻。行，你猜老二。那小区就俩人是怎么着？我们小区有一大傻子，但是他不是那个那种意义的大傻子。他是小时候发烧，这个体温比较高，治疗不及时，脑子烧糊涂了，完头发都烧没了。对，你管着吗？好好听着，有细节的啊。他呢，这个病啊，到后来是越来越发作了，因为控制不了了。但是呢，他平时说话呀，就说这么一个没有。你吃饭了吗？没有。你这可以理解，对吧？你爸你妈回来了吗？没有。这也可以理解。我几点了？没有。说现在天气怎么样啊？没有。这你听过吗？听过。小时候就听过。好老啊。你什么时候听过的？我老早了，老早了，老早了，前天我就听过啊。前天我就听过。我给你来一个吧，就这个都是老题目了。哦、说，哎，有一个村里边有个寡妇，你知道吗？拿着一只鸡，哎，来到河边，不小心那鸡啪嚓一下掉河里去了。
哎呀，哭我的鸡！这时候出了一个河神，哎，拖着一个金鸡，你说是这个吗？那寡妇说不是不是这个，哎，河神又拖出一个银的，你看这是这个吗？寡妇说不是不是，哎，河神又拖出了一个鸡，戳说你看是这个吗？对对对，就是那个下蛋的公鸡，谢谢你。下蛋的公鸡，就这下蛋的鸡拿着鸡回家了，你知道吧？哎，他们村啊有一个光棍，你知道吧？叫这光棍光棍男。光棍男知道这事，这挺好啊，抱着这个鸭子也上河边，啪叽一下把鸭子也扔河里，你猜怎么着？鸭子游走了。哎哎，你是不是听过这故事？没有啊。去你的吧。谢谢啊，谢谢。好的，还有没有爱的啦？啊，男女通吃，不要着急，按个来。对，啊，是看见你了，那位大哥。这，妈的，呦呦，二楼的你着什么急呀？大哥外语都说出外地口音来了。就是显那么沧桑，这尽量争了，感谢各位啊！哎，今天这是个好日子，是啊，钢丝节呀！啊，第二天，对，我们呢上台来，待会儿呢我师傅他们就来了，嗯，一上台来呢，难免有好多观众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怎么呢？为什么他一上台来，别的观众开始呐喊？哦，你呀、啊，对吧？有人不认识啊。哦，你又不是特别的火爆。嗯，再像我师傅郭德纲一上台来，台底啊呐喊声：“郭老师，我爱你！”对吧？郭老师，我要跟你生孩子。哎，这是俩人。好好，分着双胞胎啊。其实就是生一个，这还有计生委。确实，我说实话，咱别闹，我体力有限，那个，这就不是实话，对，他就没有体力，他懂的，那个有点老了，确实，人家我师父是名人，哎，我们就是个人名，是往这一站，难免有观众不认识嘛，哦，坐在台底下嗑着瓜子琢磨，这谁呀、啊？说什么呢？也不出名啊。吃瓜子带饶沙子的是吗？还不赶紧脱，还不赶紧说，赶紧说，说，失窝说。都拼出俩调来了，我服了你们了，好吗？我认输了，行吗？脱是吗？来，你看人大伙希望你表现一下。别闹了，人希望你脱。别闹了，今天这些人都是看您来的。可不是，祝你看都脱好，咱是到澡堂子了，是怎么着？这是那个今天啊，不脱好出去。不算来早的，刚来就退票，我师傅没上来呢，多亏呀、啊！这是有点玩笑了啊。然后我们这些啊，就是什么，这叫破车别爱好道哦。人一会儿大腕儿大咖呀，马上一会儿咔咔咔咔都往台上给你展现节目呢，都咔咔的。我们呢，赶紧演啊！他作为那个小演员啊，上台来首先得让您知道我们是谁。哎，得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是他。啊，没喊的那些干什么呢？就那个，就是名气也不大，嗯，就是没有什么名气，也有偶尔有几个观众知道的，这不少了。当然了，还有部分人不了解啊。但是隆重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您太客气了。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哎，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到现在已经很久、哎、很久，哎哎哎，就是郎朗啊。你别说了。哪儿就郎朗个够啊？
这不介绍呢吗？您没说我名字呀？你干嘛呀？你看那录像呢？录像怎么了？最近扫黄呢。合着我名字是马赛克是吧？别说了，这是打的码，怎么不说了？非得说吗？介绍一下。那行，那姓什么？狼啊。说一人的。怎么了？姓狼就是动物。人有姓狼的吗？怎么没有啊？狼外婆。那不还是动物吗？狼什么？狼鹤炎。狼鹤炎啊，就是您。对呀，其实我认识。认识您这装糊涂。这不给你弄一个噱头吗？什么噱头？让大伙能记得住你。是吗？狼鹤炎小有名气。不敢。现在谁不认识啊？好家伙，有的观众到这门口，粉丝买票就为看他来的。我还有粉丝呢，到这门口啊啊啊啊啊，跑到这儿，哎，今天有狼鹤炎吗？今天有狼鹤炎吗？售票员都吓坏了，你要干嘛？好好的，跟个人似的。今天有没有狼鹤炎？找我都是动物。不是，你要几张票？我先问问今天有没有狼鹤炎。有狼鹤炎哦，那不要了，跑掉，嗷嗷跑。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是咬他了是怎么了？跑掉了还嗷嗷跑，回家叫人去了。叫人干嘛呀？把今天的票都买了，包你。今天包的是咱师傅，包场啊啊，点你啊，哦，对不对？狼和炎说一个，唱一个，跳一个，脱一个。没有都脱不了。我仿佛他们好像很了解你的样子。这都是您带坏的。我觉得还是名气在这儿啊，跟他合作时间不长，但是我可进步不小。是啊，老话说嘛，与高人气可交臂而失之，嘿呦呵，近朱者赤，近尿者骚。作为这样的良师益友，你先等等，我是那个是吗？哪个呀？这您说的不是近尿者骚？我没说是后者啊，前者。哦，您是那个猪。我是哪个猪啊？哪个？你没照过镜子吗？照镜子干嘛？哪个猪啊？朱砂的朱。哦，您说那是药材。跟您学习呢。嗯，啊，说实话，认识他之前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嚯，这认识他之后就全他妈黑了。所以说您呢，您该照照镜子了。怎么了又？这认识我之后还不如从前呢。跟您学习啊，跟您探讨。是啊，还两个人总在一块研究业务。哎，啊，没事上家里边去，老去。前两天还去了一趟。是啊，最近也忙，哦，没时间。走，意外路过他们家。去我们家叫意外是吗？走着走着一程，这不是狼爷他们家吗？啊，到他们家就不能说走过去了，失礼了。哦，哎，啪啪啪，叩打柴扉。什么意思？敲门呢？不是你弱智吧？那您直接说敲门不就完了吗？就显得那么有学问吗？就您这点知识，这不是有点年年自喜的状态？恶心不恶心呢？年年自喜，你是大鼻涕是吗？你看他说的多恶心，沾沾自喜。对了，卖弄一下学问嘛。别卖弄了，啪啪啪一敲门，打里边他媳妇儿出来了。我老婆，我得叫嫂子。那对呀，别的不说啊，长得那个漂亮。不是，这是我媳妇儿。哪位带纸了？给他点儿。别动，我歪歪呢。歪歪呢？嗯，什么叫歪歪呢？语音。语音呢？我仿佛听见了音乐一样。哦。好，在里边唱着就出来了。唱着出来了。他媳妇儿好唱。是吗？对了，媳妇好唱，哦，你别看好像年轻的小姑娘什么都会，对，长得好看就不说了哈，啊，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情，让人骚情万种风情啊。哦，好家伙，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祥。对啊，比玉比玉玉生祥，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个层语啊可能是差一点儿。层语哈，您是第几层的呀？了不起就在一阵儿。哎，
我想起了哪个电影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啊，啊叫什么这个马子好正点，前凸后撅腿子长啊。还有呢？什么呀？美的冒泡。我把这句忘了。 A 计划。哎呵呵，长得那个好看，打里边唱就出来了。唱的什么呀？这么唱，唱一小曲儿。怎么唱的？忽听着门儿响啊，定是那河轮来了。不由小诺西呀，喜心怀呀，急忙下地把门开呀。哎呦，你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呀？忘了嫂嫂我的身材呀！哎呦，行了，行行行。干嘛呀？好嘛，我媳妇儿也这外外呢，是吧？什么叫外外呀？啊，他这唱人唱小曲儿嘛，唱小曲儿也不能唱这个。他这你这一唱，这不戏里边的吗？啊，我不得应和两句吗？你，我说，我天天都想你呀，夜夜都想来，趁着美人你赶紧投入我的怀呀，嘴儿对嘴塞，对着塞呀，哎呦。你恶不恶心呢？这不应和一下吗？应和什么呀？这能闹吗？应和一下。后来我说得了，我说你赶紧撒开我。对，那个、亲上了。谁说的呀？什么叫撒开你？不是，我说把门撒开，就赶紧让我进去呀、啊。把门打开。对呀，进去的聊聊嘛。嗯，当然是他说了。等会儿，干嘛呀？这些日子没来了，为什么呀？啊，我知道。听说你结婚了，哦，用不着我了，啊，给缝缝补补的，咱别大喘气啊！我说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最近这么忙嘛，对不对？再加上最近你看东莞都被抄了，我呢？那跟我媳妇有什么关系？我这不跑着业务呢吗？天天我负责暗地里调查的。哦，你东莞还有业务呢？这调查员。哦，今儿这不特意来看看您吗？嗯，先问问我大哥。贺岩在家吗？得问我啊！别闹了，他在家你还来呀？你俩肯定有事儿。谁说的呀？啊！但你不在家，我得去帮你干点活。干活？对了，背个米，扛个面，不都得我来吗？哦，这倒是。我说他们那得我进去吗？嗯，进去之后先得去看谁呀？谁呀？他的母亲，我妈，干娘。嗯，哎，来了吗？怎么还是刚才那俩呀？好像你们还有兼职。没听说当妈有兼职的。真是的，来到屋里一瞧，好家伙，他母亲，哎呦，真替他高兴。怎么？老太太快60了、啊、腰不塌背不驼，嘿，满脑子一根头发都没有。我妈是秃子是吗？谁说的？一根头发都没有，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哎啊，就两根黑的，还来中分。我妈两根黑的啊，还来中分，怎么了？我妈是蛐蛐是吧？谁说的呀？这不是您说的吗？两根麻花辫、哦。我妈改孙悟空了，你瞧瞧，麻花辫智激灵一样啊！哎呦，这朝天杵，那双子座长我妈脑袋上了是吗？哎，中间再来一根，那就是自由女神了。没听说过。好家伙，哎，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看书呢，爱学习，抱着一盆金瓶梅。您撂下吧，60的老太太还看这书？你看跟你想的就有区别，人家都60了，能像你思想里边那种龌龊的东西吗？这书不就是那个吗？人家就看看画。这比看字要命啊。画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啊。什么画啊？人家这是3D 的。这书还有3D 的画呢。3D 的画雕刻的盲文版。盲文？对，看不了啊，得摸。哎呦呦呦呦，西门大官人呀。哎呀，这是摸出来的吗？词儿呦呦呦呦，词儿啥都有啊。呦呦呦呦，谁踩你肾了？这怎么的？
什么叫财有肾了？悠悠悠的，这词儿都写着呢。啊，别看这个，我一进就想着干娘、啊，我心里踏实了。行哎，你觉得你父亲得着了，那个，哎，我爸受累了，干不叫了，那个，哎，别该叫叫，那个老太太，这腔还真对，瞧瞧谁来了，哎呦，儿子，没有答应的吗？哪有自己谦虚的？儿子，别看我，老太太求着我了。嗯，哎呦，干娘麻呢，这是看书的。哎呦，谁看这个呀？就是现在都是种子了，别看这个了。您别往沟里带了，聊聊天吧，说说话。正要说话，发现老太太哎，脑子中间有一朵小红花。我妈啊，两根朝天杵。对呀、啊，中间一小红花，怎么了？这是怕地雷炸不准是怎么着？谁说那是靶子了？那哪儿中间有一小红花、啊？就插着一朵小红花啊，都穿过脑子了是吗？这插着呢，别着，有一朵小红花，别着。不过年不过节，怎么有朵小红花呢？那您是哪天去的？上个礼拜二，上礼拜二。哎，你这不就对上了吗？怎么了？那天我妈的生日。你妈的生日？啊啊！我当时没带东西。没事儿。你妈的生日，空手去的。你妈的生日，没带礼物。你妈的没完了，怎么了？您这骂街可不行啊！我这羞愧着呢。羞愧？您骂我三遍着。不能，咱说您母亲的生日，哎，这差不多。咱都没带东西，当时我脸哈臊的都红了。哦，哎，我说干娘，我不知道您生日啊，要是哎。但是今天记住了，明年的今天还来。哎，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深深的，你把我妈说死了。什么叫说死了？什么叫周年呢？从今天算一年了。不，明年的今天还来过寿，还来给您祝生日来。嗯，嘿，正说着话呢，门口姐几个来了。哦，老郎姐崽子多。你们家崽子？怎么了？那崽子那说动物呢？那是老孩子。老郎姐不论崽儿吗？你们家还猪秧子呢，狼崽儿狼崽儿的吗？没有这个孩子。行行行，孩子多。嗯，上面仨姐姐，下面一老妹妹。对，好，这会儿带寿礼都来了。是啊，鸡鸭鹅狗好多东西。我一看，哟，这医院的畜生啊！我天，你是畜生？怎么了又？我还仨姐姐呢。我说把他们都已经进屋去了，刨出去了。哦，让进去了。我来干这些零碎活啊。嗯，姐姐跟老太太聊天去了，正聊着老妹妹又来了。老小啊，开着那个海蓝色的巨力，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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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嫁给谁了？这是黑烟弥漫呢。哦，好，叫五分钟之后啊，烟雾散去。您这是五分钟之后？五分钟之后，好嘛，烟雾散去。嗯，老妹妹打车里边，噌就窜出来，脸都黑了。这就是熏的呀，脸都黑了，这热大波浪的头，穿一旗袍，啊，还是。哎，热死我了！别热死我！别等等，怎么了？这旗袍哪有撩这儿的？这热死我了！后边也不行啊，它热跟着扇呢，热也不能前后扇呢。好，我当时也吓坏了，我说干嘛呀？你这是？就是啊，又开气都告嘎着窝了，你那穿的还是旗袍吗？这真是的，你看你再抡得下来？哎，对，没说的。何方妖孽啊？炫出原形！炫出原形！老妹别看我。当时生气了，缺德！看看谁？看我是谁？哦，谁？谁呀？哎呦，我叫老妹妹。哎，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难看，脸都黑了。你是干嘛呀？从印度回来的？怎么这样？印度回来就脸是黑的。好，就甭闹了，甭闹了，这不来祝寿了吗？这今儿嘛，车有点堵，你知道吗？嗯、排气管子，你看有人堵了，不知道谁搜塞一肥皂在里边。烟儿往上窜了，赶紧赶紧！我说进来屋里洗洗去，他进去了。我说我帮他收拾这些东西啊。是 是, 是，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啊，还有寿礼呢。哦，后斗带着两只野鸡，山货。哎，我赶紧赶紧，野鸡快进来，出去。还有老妹妹，她已经进去了。你早说呀！我这引导着野鸡，快进来进来进来。你就干这活我看你。啊，
到来到院当中吧，我来归置这些东西。嗯，一会儿的功夫，我发现了，到中午了啊。哦，这个中午饭谁来做呀？中午饭我来呀。您给张罗着。对呀。啊。那你看姐儿几个都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嗯。但是我一人，你干这活我干不了啊。找人帮忙。一人做那么些饭。找人替。我瞧你媳妇儿跟他闲着呢。啊，可以。对了，你媳妇儿也不跟他们聊天。对。因为他母亲不太喜欢他媳妇儿。咱一般你看老婆婆啊都不喜欢这儿媳妇儿，哦，对，但是你看奶奶都喜欢孙媳妇儿，这倒是，为什么呢？嗯，这就证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窝里斗啊，对不对？我这么想的。哦，好家伙，我一看你媳妇儿，你别跟这横着了，赶紧的吧，哎，叫她呀，叫我媳妇儿。你是中风了是怎么了？什么叫中风了？干嘛呢？您叫我媳妇儿这模样，沟通的方式，您这也太麻烦了。叫名字不完了？叫名字不合适啊！金莲，做饭去。金莲，我媳妇娘家不姓潘吧？怎么了，大郎？谁大郎啊？你不是郎老大吗？那也不能叫大郎啊。正好嘛，没有这个。说叫他，我这一叫他，我一喊名字，姐几个听，又做饭呢，我们跟着忙活去吧。哦，这不都掺和了吗？那倒是。我这一叫，哎，你媳妇儿心领神会。嗯，我来了。你俩还不如对歌呢。抓紧时间，赶紧奔卧室。哎，那回来。做饭上厨房，那卧室干嘛去？你们家那厨房不得先穿过卧室吗？谁设计的房子这是？我哪知道啊？这么讨厌！来到厨房，抓紧时间开始做。嗯，你说正在做着饭，外面有事儿了。怎么了？外面孩子打起来了。哦，孩子哎，五岁吧也就。啊，今天人来疯。是啊，看着这么多人来了，屋里屋外的跑，抱着个胆瓶跳舞，三跳两跳，胆瓶啪碎了。哟，胆瓶碎了不要紧啊，里边有一根烟袋，烟袋，老太太的陪嫁之物。哎呦，哎，乌木的杆，翡翠的嘴，白铜的锅。嗯，多少年了？多少年？多少年了？多少年？好，五六年了。那可，老五六年了，陪嫁呀。对，这次，对，哪儿啊？就一次。对，五六十年了，哎，平常都舍不得抽，这会儿一看烟袋碎，好，打炕上噌就蹦下来了。六十的老太太过来，嘡就是一脚啊！你儿子一躲没踢着，嘿，他还能躲？他知道惹祸了，用眼睛贼着老太太呢，哦，撒腿就跑。嗯，老太太打后面追啊，他在前面跑啊，打桌子底下啊穿过去了，老太太桌子上面啊。这娘俩拍功夫呢，这插一把刀看啊，那行了，这一叉子，哦，哪有这么血腥啊？毕竟是老太太，追不着啊。嗯，对不对？她聪明啊，在门后躲着干嘛呀？等你儿子一跑过来，她一伸腿，啪就拍这儿了。哦，过去一把，来一起来，孙子，我说您先等会儿，咱别骂街呀，论辈儿不得叫孙子吗？啊，是，那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这么说有力度啊。啊，孙子，还是骂街呢？你丫要疯啊！哎呀，越来越不像话，玩什么不好？弄烟袋，弄坏了吧？今天我非得抽你不可！不可能，我不能够。你说的是我的陪嫁之物，我要不抽你，我对得起我对得起我丈夫的老公吗？对，哎，像话吗？你说你这孩子，你今天是怎么了？我要不管教，下不去手。哎，我的，哥，我大，哦哟根，哦都根，好我说我妈来俩朝天杵的，中国快打啊，来着腿啊。哎，照树上，抓日扔起来，拿那个棍儿，点开始点火，开始烤，这是烤人来了是吗？一烤三个小时过去了，烤仨小时，你儿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能哭就不易了。
我在里边听见了啊，我说出事了，可不出事了，出事了，赶紧别坐了，别坐了，快把衣服穿上，快点快点，您先等等吧。啊，做什么还脱衣裳？我不得换那个围裙吗？我不能穿着我这貂皮呀、啊，对不对？这天你穿貂皮，炫富啊！怎么不把你捂死呢？要不里边不穿，那得、光着呀，光着热呀，啊，对不对？赶紧穿上，穿好衣服，围裙摘了。我说你也穿上，快点的，别闹别闹。我媳妇怎么也光着了？她不能穿裙子做饭呢，那也不能脱。新买的呀，对不对？赶紧都穿好了，我赶紧把灯开开，快往外走。关灯是怎么回事？不小心就是碰的，碰没事碰他干嘛呀？你别问了，问多了心里是病。是吧？一会儿的工，哎，把门开开之后，往外一瞧，你媳妇受不了了。那可不。再瞧自个儿子打得跟血瓢一样，有这么说话的？满脸都是血。嗯。好瞧，这谁的腰子呀？等着换 iPhone 六呢。这我完了，咱家再也买不起 iPhone 六了。就这一个腰子，这谁的眼珠子呀？这个啊，那就够了。满地都是，再瞧老太太，累得直倒气儿。我妈是狗，你知道有心说老太太两句吧？啊，那是自个儿的婆婆，长辈。你要不说吧，自个儿子打成这样，是啊，一着急，他又唱上了，哎，又唱上了。对了，编了几句埋怨老太太的词儿。那他怎么唱的呀？这么唱的，您来来。叫声婆婆你不该，不该太不该，小孩子年幼不懂事，你不会不明白，倘若是你一失手把儿来打坏，再多的银钱万两的黄金也再买不回来。哟哟，这个老缺德，你个臭嘎巴。